故曰：济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人有厚德，无问其小节；人有大欲，无子其小故。自古至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所以说，记住人的功绩，忘记人的过错，这样的人适合当君主。一个人如果具有醇厚的美德，就不要追究他的小节；一个人如果拥有很大的声誉，就不要指责他的小过失。从古至今，没有品行十全十美的人。